近日，许久未曾露面的赵丽颖先是被传与冯绍峰恋情，但是被曝怀孕三个月。随后赵丽颖也 PO 照自证，破除怀孕传言。而近期赵丽颖为某杂志拍摄了一组大片，确实是身形消瘦，腰肢纤细，绝对不是有孕的样子。这组大片和以前赵丽颖的拍摄风格不大一样，色调浓郁暗黑，凌厉魅惑，穿着皮裙和马丁靴，看起来非常酷女孩。但这组大片却又有几分神似杨幂，被指撞脸。赵丽颖的眼睛大大的，眼睛两头有点尖，像小狐狸的眼睛，一字没有，略带消瘦但有些方。这种皮裙酷女孩风格杨幂以前也很爱走，即将满30岁，面临着转型。她现在的气质和以前确实有区别了，成熟精致了很多，青涩感已经完全褪去。19岁的赵丽颖长什么样呢？有网友放出了她19岁时拍摄的广告，样貌和现在基本上没有差别，但是气质上大不相同。19岁的赵丽颖满脸胶原蛋白，圆圆脸和婴儿肥是她的标志。19岁赵丽颖广告截图，十多年过去了，主要还是赵丽颖自己的条件变了，比如减肥变瘦，脸没有原来圆润，现在脸部的棱角比以前要多。其次是妆容，以前赵丽颖的眼睛是往圆里画的，现在往尖里画，双管齐下，锐度大增。你更喜欢什么时期的赵丽颖呢？